嘉义县消防弟兄们亲身体验福惠床的稳固性，这是来自慈济基金会的关怀，让他们在重大灾害或抢救勤务时不用睡在纸板上，能躺卧休息，尽快恢复体力。那我们希望说这五十张我们把它分别到三个大队，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救助分队。这张福惠床打开的时候是一张床，收藏起来可以成一张椅子，展开只需十秒，能承载150公斤，轻巧好收纳。慈济志工仔细示范福惠床的操作与组装方式，让消防人员能立即上手。在救灾当中，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的地方，储备体力，储备能量，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。嘉义县消防局也回赠感谢状，期待福惠床能让消防弟兄们借此休息、恢复体力，再继续投入救护救灾的任务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翠云、魏清和嘉义报道。